是新月送来的吧？哦，你都多久没去看新月了？苏安，嗯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巴拿莫看到那件礼服？你当时说很喜欢，想要传达他结婚。 我们结婚吧，嫁给我。为什么？可怜我吗？当然不是啊。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你骗我。 我知道你已经不爱我了，但是，我能不能请你假装爱我，就一段时间？ 做什么？都告诉我。嗯。我想看贝贝。好，我带他来看。我想要我最喜欢的百合花。 许愿树下看日落。好，我带你去。 不是有朋友做服装设计的吗？请他们帮忙。剪裁图我可以画，可是要做一模一样的，需要时间，而且还要找面料。大概要多久？一个星期吧。一个星期，恐怕苏安等不了。那我让他们尽快吧。 你最近怎么样？我很好。别骗我了，你就是爱逞强。你错了，爱逞强的是苏安。也是。不过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支持你。谢谢。